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三个单元哦，第三个单元的话就是有关所谓的回圈资料结构与自定函数啊，这两个哈算是程式里面相对比较不好理解的，因为主要哈人脑里面没有那种回圈的概念，因为你做一次就一个功，做一个次就做个功，那就土法炼钢。但如果你要跳脱土法炼钢的话，你第一个要学习怎么样让你的工作跑一个回圈。 就解决啦，但是回圈至少分两种，一种是有范围性的，就 for 回圈；一种是没有范围性，一个条件，那就 while 回圈。哦，啊，这两个回圈的话，都可以达到让你重复做的目的啦。OK 哈，啊，因为人最讨厌就重复做了，所以哦，其实当我刚开始学程式的时候，我看到回圈哦，我就哇，这东西太棒了，居然可以让它自动全部帮我完成。 哦，因为我最讨厌就一直不断做啦，因为那重复的事情，后来我会写回圈之后，哇，发现真的太棒了，很多事情就可以在瞬间一次就完成，这感觉是超级有成就感的。OK， 所以哦，就一股脑就整个就陷到程式这个世界里面了。哦，所以后来我发现，我只要处理一些事情哦，我宁可花一点时间想程式怎么写。 哦，我也不要说一直在那边土法炼钢，但是我觉得在职场上很多人不是这样想，每天都在一直做，一直做，土法炼钢的事情。哦，后来我问他说：“你又不学一点东西啊，很快做完哦。”然后他回答我说：“啊，可是我事情就这么多啊，我做完要干嘛？”哎，对，他突然一讲，我就觉得哦，原来对，哎，好吧，那你就慢慢来吧，因为你做完之后，对，因为他工作是这么多嘛，哦，尤其是我也待过公务机关嘛。 公务机关就这样嘛，哦，OK，因为你太过做完之后要干嘛？啊，所以以前我做完真的，我每天都好多事，好时间很多啦，因为很快东西太快交给老板，老板还觉得说你干嘛那么快交给我，于是我又把它拿回来，然后我就放了3天再拿给他，你看啊，还是觉得快了一点，对，所以我就慢慢揣摩他到底他要这个东西要多久 ，OK 哦，所以相对的啦，你会这些效率，你就会多出很多的时间，你也可以再去做其他的应用嘛。不是说有些人每天赶赶赶啊，然后一直事情都做不完。那主要原因我发现，大部分都是跟他不太会用这些工具哦，有很大的一部分关系哦，而且关系还蛮大的。哦，身边有太多人都不太会用，连最基本的 Excel 的函数哦，都用得很不是很 OK。哦，我觉得匪夷所思。 哦，更不要说要会写程式了，哦，所以有时候，刚开始啦，我以为大家都在这边啦，可是后来发现哦，原来大家都在这边的时候，哦，原来我想的跟大家不一样，所以我慢慢哦，我把标准一直放，所以我刚开始教程式的时候，我蛮挫折的，因为我以为大家都会，然后看着每个人眼神都很认真啦，可是都一直瞪大眼，都不知道。 可能眼神涣散，越来越涣散，越来越涣散，然后我是讲得很开心，大家可是每个人都好像越来越哦，我慢慢发现，原来哈、哦，原来高估了大家，所以今天为什么问卷要先问一下？因为我要先知道大家的程度在哪里，啊，如果大家程度都很高的话，哎，那我可以讲多一点；如果大家不是程度都那么好，哦，那我可能就慢慢的做一点调试，OK 哈、哦，所以可能如果对程度比较好的同学啊，可能要见谅一下，因为。 毕竟我们这一班的程度是三分天下 ，OK， 那这种就最难上课了。为什么？最怕就是说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那我该以哪问为主？如果大家程度都很差，没关系，我慢慢讲，慢慢讲。好，你懂了，我再继续讲。可是问题进度很慢啊，根本讲不完嘛。我如果按照我的进度的话，可能真的讲不了。但如果说每个人程度都很快，没关系，哦，我就跳着。 甚至有些东西，哎，我跟你讲，在这边自己回去做一遍，有问题下一次来讨论再来问，哎，这样也 OK 啊，大家也觉得说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哦，那如果三种，那没关系，我就取中间值，那也就是哈、哦，我上课有录影的部分，请各位回去自己再看过哈、哦。那最后的话，我们来看回圈，那什么叫回圈？比如说我今天呢有一个题目。 我希望呢，帮我做什么？一加到99，并且帮我加总，把加总结果输出。那这部分呢，该怎么做 ？OK， 类似像这样瞬间完成。哎，那首先的话呢
你需要做什么事？第一个的话，特别注意哈，我们需要先产生一个变数，这个变数的话，也许叫sum，有没有 ？sum 等于 0， 意思说我将来我要把所有东西呢丢到这个 sum 里面帮我暂存。那暂存之外呢，它还可以帮我累加，比如说我可以把一加了它之后。 因为它原来是0嘛，一加了它之后变1嘛，要把1放进去，然后再把2放进去，再把3放进去，一直放到99。哎，可是问题来了，那你要怎么做到这样的叙述，可以在程式里面完成？首先第一个哦，你需要学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圈，回圈的话呢叫 for， 哦，它底下这边哦写完了，结果就大概长这样，就4行。OK，那写的方法哦，第一行的话呢。 我们就写 sum 等于 0， 就是我要把将来产生的数字哈，帮我把它放到这个 sum 里面。那其实顺便讲一下了哈，如果说我用 Excel 的话哈，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用 Excel 来比喻的话，大家会比较能够好理解。比如说我今天呢，我要1加到99的话，在 Excel 里面呢，你第一个哈，你可以先产生一个清单，清单里面的话呢，就是什么？ 1到99，按 Ctrl 键按一下有没有？然后1到99放开，这样1到9，然后呢用什么？用这个 sum 加总有没有 ？sum 等于是这个范围，那不就 4950 出来了？可是问题这个是滑鼠跟键盘做出来的。那如果说我今天呢做一样的事情哦，在 Python 里面如何写？其实特别说一样先产生那个清单，那个清单的话哈。 叫做 range， 刮弧 ，OK， 那个 range， 如果你要产生刚刚那个清单1到99的话，开头一打上去，逗点，后面请你输入100，100的话哈，指的是停下来的地方 ，OK， 所以你要1到99，后面记得后面那个数字是停下来不会执行的那个数字哦。 所以这样子的话，才是1到99哦。特别说用 range 哦。那如果说我要把这个 range 1到99里面的东西哈、哦，把它一个一个抓出来的话，我前面可以加一个 for i 指的是我要把它提取出来放在 i 里面，所以 in range。OK， 特别说哦 ，for i in range 意思说我把1到99这个数字哦，一个一个的放在 i 里面去。 所以特别注意哦 ，i 它第一个会变成1，再下一个会变成2，一直到99停止了。OK 哈，那所以要特别注意，这个是 for 回圈，然后面加个冒号。冒号呢，意思说，如果我把1到99这个数字呢，分别一个一个帮你抓出来之后，你要做什么？来 enter， 好，然后呢，我希望哈，你帮我把那个。 值呢就放在 sum 里面，并且帮我累加，累加意思啊，一放进去，再把2放进去，再跟前面的一加，再跟前面后面的数字再加在一起，全部都放在 sum 啊，这个叙述方法特别重要 ，sum 等于 sum 自己本身，现在0对不对哈？加上 i 就可以了。 那这个叙述啊，可能有些同学可能不太能理解啦。其实就是把后面的计算结果帮我存到前面去，所以这个等号的话是把后面的计算结果存到前面的意思哦。所以等号跟以前的数学不太一样哦，这点可能要特别小特别注意，因为同学啊，老师你怎么这样写，跟我以前数学不一样啊？这不是数学，这程式 ，OK 哈。 一直，这有很多同学一直都问说数学，根本不是数学课嘛，这是程式课，所以请你不要用以前的观念来看待程式，所以有些部分可以把它稍微忘记。OK 哈，好， 那所以呢，这个叙述就是说我把 i 里面本来是1嘛，然后跟0加在一起就变1，然后存到前面就是，所以 sum 变成1了，在下一个 i 变成2 的时候呢，那2 跟 sum 里面的一加在一起就变什么？存回去变3了，有没有？然后3之后的话呢，再跟 i 变3之后呢， 3加3又存回去了，所以一直存，存到99。那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累加嘛。哦，所以特别说以后累加就这样写哦，把后面的东西加完之后放到前面去。好，那最后的话呢 ，enter， 然后记得哦
那个 print 哈，如果要把最后 sum 的结果 print 的话，记得哦，你的 print 一定要写在这个的前一阶哦，你就写在这里哦 ，print， 啊，你不能写在后一阶哦，如果你写在后一阶哈，结果会不一样啊。那我们把加总结果 OK 哦，所以什么，加总。 然后跟刚刚一样嘛，加上什么呢？sum， 可是 sum 记得要怎么样转型嘛 ，sum， 然后记得要把它转成 int， 啊不，跟这样转成 string， 然后呢再把这个 sum 给 print 出来 ，OK 哈，所以加总的结果就输出了。我们试一下啊，执行，有没有？加总的结果就4950。但是呢，如果说你刚刚漏了我刚刚讲哦，有没有？ 这个按 Tab 键，也就是你 Enter 之后呢，直接把 Print 打在这里的话，那结果会怎么样呢？哦，它每输出，我们跑一次就知道了。哦，执行，你会发现，对，它会跑99次，嘿，正确观念，也就是 for 回圈，它真的就跑了99次了。啊，只是说这个观念很多人。 可能因为我们脑袋里面没有说，请你跑99次，跑完就停下来了，好像没有这种概念的，因为人太聪明了，脑袋里面没有那种跑到哪里停下来，然后那么精确。看电脑完完全全的精确，你跟他讲说跑99次，他就跑99次，啊，因为你写在里面哦，所以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是在这一阶的下面里面的话，啊，表示说呢。 你是在这个for回圈要做事情的范围之内哦，也要跑一次就执行一次，跑一次就执行一次。那如果不是的话呢？记得哦，你一定要怎么样，把它 back 到前面去。这样的意思是说，当你把上面的回圈做完之后，再帮我输出就可以了。OK 哈，请各位注意一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发现有的同学哦，有没有发现他就只有输出一次。OK 哈。 那这个部分的话试试看啊，另外哈，如果我要改一下，请你帮我判，就是换一个，帮我把奇数的1到99奇数哈累加，然后偶数的另外加，那怎么做？奇数、偶数，那有个概念，之前不是有除以多少的余数吗？就是百分比有没有？ 那除以2，如果整除，那表示偶数，反之就是奇数。所以呢，如果透过那个百分比，那是不是说，整除的就偶数，就偶数加，然后奇数自己本身加啊。最后如果要把奇数跟偶数分别输出，奇数加总多少，偶数加总多少，那可以试试看，来画面呢，再还给各位一下哈。 啊，这个回圈相当相当的重要，因为 for 换回圈就是回圈分两种 ，for 跟 while。那其中哈，以一般用到的机会哈 ，for 回圈的机会哈，会高于 while 回圈蛮多的。以我自己实际上用的经验，甚至重要性大概甚至相差多少？大概83比吧，可能还更高，91比都有可能。也就 for 回圈会比 while 回圈。 用到的机会哈会高很多，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大部分像 Excel 好了，像资料库好了，大部分都有固定的笔数，我们已经知道说多少笔数，所以我就跑到多少笔停下来就好了。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多少笔数的话，那可能就要用画回圈了哈。OK， 请各位试一下1加到99的写法。第二个的话就怎么样呢？想一下，如果我要写一个哦，哎。 1加到99的奇数加总，1加到99的偶数加总，变化题怎么写？提示嘛，第一个你要做逻辑判断 ，if i 里面的值如果除以2能够等于0的话，或者不等于0的话，等于0就是偶数了哈，不等于0的话，那就奇数。那底下一行就是加总，那怎么加总呢？ OK， 然后如果把加总结果做完之后，再输出一个奇数加总、偶数加总，程式该怎么写呢？试一下，好。